足济话，还袂讲完呢呐。阿娇，啊，你今日来遮搞话，敢若吃鸟安尼讲袂完，本王急要见武松。王爷，你听我讲嘛。小弟，来呀来小弟，一分二十你着面，面的烦；一分二十你着面，面的烦哦。胭脂水的时阵更加搁较水，啊那安尼，你看我的娇啊嘞，我的娇啊是我胭脂水粉的时阵较水，或者是无抹的时阵较水哈。你，拢总淡薄啊两相宜，你有抹粉甲无抹粉哦，边啊拢水。真是的哟。听到你这句话了后，就算讲哦，我会死去哦，但我嘛心甘情愿呐。是讲，王爷。